哎呦，把这些包裹都弄出来，咱们一家一坨吧。也可以。啊。嗯，对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准备走了，准备走了，开这个老山猫。人马，我走了。平时车咋这么干？不能带你。回来啊，等我回来，准备出发。那咱们要去我们那儿租辆车，拜拜，租辆车后续咱要用。假装不看。然后回家把老妈接上了，然后我和老妈先回营地，那个花花和肉佐他们两个还要去买那个叫什么茅台冰淇淋啊，就是我们这边新搞了一个茅台冰淇淋，他们要去买茅台冰淇淋，然后租了个车，我们租了个车，明天的话我们要出去玩耍了。慢了了，到了，我们到了，我去，在这儿，这儿挺满的呀，停车场。满员了，这可咋整呢？车停到这儿，停到他这个后边儿。好，到了，慢点，有点高。哎呦！今天这有点热闹哟。有点热闹。来，这是我小姨做的色饭啊。拿过来吃。来，您您啊。哦。我来把这个包裹拿。吃饱的小朋友来过来接火车，带你们过来。还挺有意思的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，这边居然还有活动啊！搞得挺好的嘛。陈浪浪，看谁来了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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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！哎呀哎呀！去那边吹空调。去那边吹空调。到那上去，什么？上去。上去吧。够，我来。你先进去啊，兰兰。一会儿再说。什么？烂瓜。就是卖的瓜。我说我们。小头保护好，三二一，出发！从下面这位，快出发！出发！走！出发！出发！玩的还挺嗨。加速！加速！出发！对，跟上！跑过来，我们再追我们家小火车，我们再来一次！哎呀，你们来检查一下，哪个小朋友跑得最快了？加速！加速！放一点音乐，兄弟。呀，你好！上这儿凉快凉快。没事的，不是不是。上去吹牛，上去吹牛。来，给我来。外头还吵了。真的吵。直接踩上去，到下面。快点音乐，快点音乐，有点高。没事。元宝，元宝，加油啊，加油！哈哈哈哈哈。元宝。坐那儿，坐那儿，坐那儿。坐那儿，坐那儿。我车上凉快，车上凉快。没事没事，太吵了，他们太吵，今天太吵了。别骂，别给你老子骂，别给你老子。坐坐，你坐你。我家老公，老公坐坐坐。我去采访我。你有几个包我在那边，我先分了。元宝招的好，看元宝认识我吗？元
宝特别喜欢我妈妈，对，认识，看到没有？老妈上去就不叫，我们上去都要叫。拆箱拆箱，咱们的那个排水管到了，排水管到了，买了一个啊、哦，买了一个三米的。这个它不仅可以那个洗衣机用，还能我们这个房车用啊！你看，把它一斗上去，这个就可以排水了。这是两用的。看这个是周卓买的这个延长花期的那个除臭净水的二氧化氯泡腾片。啊，下一个，好，小手背后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挡风板，这样子以后去野外咱就可以用这个了，这个挡风板。这个有130多厘米长，直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啊，这有点吵啊，直接把我们这个炉子给围起来，量的尺寸买的。看浪浪的这个狗粮，还有啊，这个小肠子，肉浪浪最喜欢吃的。这风好大，好，这两个就是雪蓉姐的，我们有4个，拆完了，把这两个拿给他。我去，这个上面也太脏了，现在我给它拆下来，给它洗一下。洗一样东西，发现还有另外一样东西还没洗呢。刚不是肉肉在洗吗？我说这个让他去弄那个花，我说我来洗，但是我都不知道，忘记了我在干啥了，刚刚反正就没洗。现在洗网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碗还没洗，赶紧洗碗。一边洗碗一边和大家聊一下什么呢？聊一下咱们的未来啊，因为昨天已经和那个肉主啊咱们说好了，然后对面有一个也是我的粉丝，就是那个50的这个皮卡房车，那个车友也是关注了我们2年的一个老哥，然后呢昨天和他聊，他是资深玩越野的了，然后去和他聊了一下，因为我说我这个城市乡村已经都玩够了，我想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去的那些地方我们都去不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车包括哪怕是我们随随便便买一个车啊，普通的车都去不了，要硬派越野才能去啊，很多地方他们玩的地方。那么我说有没有一些我能玩的地方，比如说阿里中线啊，或者是大海道的一些好走的路啊，然后老哥说是完全可以的。那其实我是想买那个阿贵的那个比亚迪唐 DM， 但是那个老哥说，他说他们这个玩硬派啊，他们还是首先
看的是这个车的底盘，说那个车的底盘的话他不知道，然后呢他们还喜欢的就是油车，他说那个电的东西啊，就是电子设备越多啊，你去到那种无人的地方，如果坏了的话那个麻烦就越大，所以说越硬派的越野啊，它几乎都是手动功能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评论转发啊，这也从侧面去了解了一下这些东西。我说那个东西的话我可能玩不了，那么最终和他协商下来是啥呢，就是他给的建议啊，就是咱这个车啊也可以改一改。改什么呢？改避震啊，换四个氮气减震啊，全换了四个氮气减震，然后呢把这个轮胎给它换成 AT 胎，然后我这个底盘就可以了，然后把那个叫什么水箱给弄一弄啊，水箱给弄一弄，升高一下，然后把整个车的悬架再调高一点点啊，就是离地再高一点点，对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车的通过性就有了，然后我呢就可以去一些非铺装路面，不是说去像老哥他们那种玩的那么野啊，他们是越野一族的，就他们去的那些地方什么交叉轴啦什么的那些啊，这些咱玩不了。那么但是呢我想去穿大海道啊，我想去阿里中线啊，我想去青海的一些地方啊，实际上这个车它还是可以带我们去的。他就跟我聊到了这个车身强度，他说现在的这些后改的车体的房车啊，他就怕拧，说车身强度不够，但是像我们这种 B 型车的话，一体车身的这种车身强度就是够的。实际上这个去一些就是你把避震改好了，然后你去一些非铺装路面，只要不是那种很严苛的那种越野路啊，这个车没问题。所以说把我说通了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正好我想改变一下我的这个玩法啊，因为那些都玩腻了嘛，对，城市啊那些也不想老是去找公园的停车场了，真的是好累啊，对，所以说就想去过过自己的小日子，想去一些以前没有去到过的地方，去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啊，去干一下这些事儿。所以说后续的话啊，讲到这儿了啊，后续的话咱们这辆大白我就要改一改了。说是可以改那个保险杠啊，但是他们不太建议我改保险杠，因为好的保险杠很重，会影响我的这个驾驶的感受，因为现在的驾驶盘会比较轻。老哥就举了个例子，就是比如说你骑单车前面有个篮子，你篮子里边放满了东西和空篮子你骑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那么车也是一样的，你前面加了保险杠和你这个不加保险杠的时候，你的方向盘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就想要不要去搞一个装饰性的那种，因为好看一点嘛，把这个四个轮胎换了之后，然后这个避震器一换，我觉得再搞一个保险杠会硬朗一点啊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一提啊，然后咱们就将就这辆车，我们就好好的弄一弄的话，去一些稍微好走一点的非铺装路面啊，我们去体验不一样的房车生活。我去，终于是弄干净了，哎呀，开始洗我的这个，用这个刷鞋的刷子，这个会更好洗一点。好嘞，怎么样？干干净净，
用那个洗起来还挺快的，两刷子刷干净了，给它装上。下吹风，对，这样吹，往下进气。哦，我们过去吃饭去。今天刚刚说的那个北京的车友，北京的大哥，坐东请我们吃饭。哎呦，这个菜相当的丰富。哎、不是，是我是杨总。你慢慢吃哈。我去散步去了，我吃。哎呀，他们在去租车，租车现在还没弄好，还在市区那边呢。不用管他们，没事儿。咱们先喝我们的。对。这没事，这块就多了，多了就多了就插到后边，桌子上后边。放在后边桌子上。来来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就不使了。行行，我们北京都这么喝。谢谢海哥，别客气，深情款待。来，乐哥，这是快四年头一回喝酒。对，头一回喝酒。今天雪龙姐，你慢慢的喝啊。盛情难却，终于喝酒了。我今天想吃，然后我不喝我回家。哎，反正要回去了，我都不回家了。喝酒，喝。还行啊，这酒。爽。哎，对啊，你没有牛吃的啥的。这个干锅牛肉看着就不错。来。来，海哥，来，阿仔，好没？包走了，你这一包啥？这两个菜，这个当归，卤蛋可以。哎，是你家吗？是你家地吗？好，肉佐和花花终于回来了，租了一样鸡尾巴。我还以为这个是虫，来，这辣椒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到。慢点。啊，可以。然后海哥专门搞了一锅新的，相当舒服，酸汤蹄膀。我觉得我那个比那个好吃。其实肉都还可以。看，他们还在吃。技术可以，因为他经常跑，他比较熟悉。在吃，而且山路什么的，你在录的吗？对呀。这几年跑下来了。对，再怎么地，其实我开的狗好，你们不敢做，是吧？看看，我还说今天那个老妈和肉佐睡这个床，我去睡沙发呢。没想到这个，因为之前问过那个坤哥他们这儿今天说是满房了，没想到这个客人他们走了，没住。所以说这就又空出来一间，咱们就把老妈安排在这儿，在这儿睡。好，带老妈来睡觉了，慢点啊。哎，灯都给你开开了。然后，对吧？这也是可以的。说得起不嘛？啊？说得起没？说得起，但是这个说你确定你要说不？不是要说，就是哪里过来的？哪里过来？起码要关上门嘛，是吧？你把门关的都行，至少关起来了是吧？你都不要反锁。不用反锁。